数码剑龙，你敢跟我比拼开奥特曼卡片吗？霸王龙，我有什么不敢的呀？随时奉陪。你不要轻易答应哦，这个可是有条件的。如果说我的卡片开出来比你的稀有，那你可是要给我打扫一个星期卫生哦。这个嘛，没问题吧？一个星期卫生就一个星期卫生吧。来吧，咱们要开什么卡呢？我们来看看小翔同学这里有什么奥特曼卡包。这里有黄金版，还有白银版，还有豪华版、传奇版、奇迹版。那你要开什么卡包啊？我觉得开的比较贵一点的好吧。咱们要不来开白银版怎么样，霸王龙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没问题。白银版就白银版，但是小翔同学他现在不在，那可怎么办呀？数码霸王龙和镜龙，你们是不是在偷开我的卡包啊？没有啊，小翔同学，我跟数码剑龙打赌开这个奥特曼白银版，我能不能开一下呀？哦，你们在奥特曼开卡大比拼是吧？那我帮你们两个开吧。好的，小霞同学，你就随机帮我抽一包白银版吧，一定开出的卡片要比霸王龙的要稀有哦。谁能打出这个字，他肯定是天才。那数码剑龙我先帮你开吧，这包先给你啊。数码剑龙，你这包没有出稀有卡耶。来看一下第二包。数码剑龙，你这包说 OSR 了。哇塞，这张很稀有的。哈哈，霸王龙，小霞同学帮我开出了一张 OSR 卡，看看你能开出什么好卡呢？小霞同学，现在你帮我开一下，一定要把我的卡开出来比剑龙的要好。好的，霸王龙，没有问题。霸王龙，你第一包这里没有出好卡。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包。霸王龙，你第二包出张 UR 卡。哦，那我不是完了，小霞同学，我要给剑龙打扫一个星期卫生喽。霸王龙，你可要愿赌服输哦。